玻璃汤圆病院的菌株感染，即阵传到另外一间病院，这间病院一透早就来进行消毒。汤圆市长郑文灿今日强调，即阵第908例确诊，卫生局一调搁再扩大，从130人隔离。无公布病院的名，成为有其他的考虑，希望市民冷静，莫惊吓。玻璃桃园病院确诊者889例，捌去过桃园这间地区病院，同时传染给贝妈妈去看诊的908例。即早病院外口都清洁人员，每一条街路甲每一个所在拢在做消毒。院方也伫病院门下口打出真大声明，强调无院内感染的情形，希望患者甲家属能安心。消息一直爆出来，这边的紧张的程度，我看是全面警戒。908例确诊。桃园市卫生局原本已经扩出246位国家隔离的范围，按过经过疫调追踪，即马阁增加130位。桃园市长郑文灿强调，希望将防火墙起甲阁较大一点啊，任何可能的风险，控制伫个国家隔离的范围内。我想，我们的立场希望能够这个扩大居家隔离，也要扩大裁剪范围，来确保这个。医院的安全跟社区的安全。郑文灿表示，908例伫1月2日都列为国家隔离对象，所以无挂出记录。伫一日了进前下者已经做充分预调，各汇报予指挥中心，无公布病院名字，有一定的考虑。按过有当地民众也是希望因公开资讯。只要旁边消毒，人家以为有确诊，有没有？你要公布出来，人家才会放心呢、啊。公布不是造成恐慌，而是告诉大家说，哦，自己小心一点。短期内不要去那个地方。通车市场假日人有较少一点啊，卡数都好拄到消毒作业，民众都开始烦恼。郑文灿表示，即摆以来群组带来防疫挑战，桃园相关病院还有社区防疫等级拢会提悬。桃园大型活动伫1月底进行，拢全部停止或者是延期，希望市民应冷静落来，唔通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